先吸取一波这个蝙蝠的 DNA。 哇，这蝙蝠长得还挺萌的。这是个猪蝠吧？啊，这怎么还有个猪鼻子呢？还有猪耳朵？你是不是就差个猪身子了？Hello buddy buddy， 我是 Jonas， 怎么今天哦，欢迎来到米奇喵喵岛。哇哦，还是熟悉的风光呀。这不是我合成的米老鼠吗？哦，妙啊妙啊。你那是妙蛙种子的吧？我是妙蛙花。串台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在这儿你要说 Miska Muska， 哎，米老鼠，哎嘿，哎，你爹是谁呀？啊，是我。哎呀，你说这巧不巧吧？啊，以后叫八本啊，那别叫爹了，爹最近买了股票。哎，那我要干啥呢？现在哦，我的导师让我抓100只老鼠，是吧？哦，对哦。啊，不对。貌似是要把这个老鼠给萃取它的 DNA， 还好不是100只哈。老鼠呢？啊，这老鼠岛说完就没了，看见没？没有老鼠，这可咋整啊？啊，哦，找着了！哎呀，小小的跳跳鼠，哦，收入囊中。再找几个吧。哎，我看看啊，扫描一下这个岛屿，要有2只。哎，我抓，哎，我再抓，哈，好，去萃取呀。这不是我导师吗？蘑菇大头。哎，你好啊！他又跟你说啥呀？让我萃取。看看啊，我看我的包里面，哦，这么多老鼠包啊，感觉够了呀。来，让你吸个够啊。看看这么吸一只的话呢，会是多少 DNA 呢？咋看呢？这不是长了吗？啊，7。哦，来吧。哎，你说，如果我两个人把它一合成，会是啥呢？这吗？人和人为啥要合成？这不就是你爸和你妈生了你吗？我觉着吧，这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两个 DNA 结合在一起啊，是胚胎的结合。哎，你懂个锤子啊！这啥呀？我要学个球吗？我真是，我学这玩意干啥呢？来，我们先买2个 human 的胚胎哈。不好，买2个就500了啊！你导师给了你好多500，反正也花不出去。这么贵的吗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刚刚好像可以看有卖的东西。我可以卖老鼠。哟，这老鼠好贵呀，100块钱一只。哥哥，来，都卖了啊！哎，补贴得家用，行不行？来，再萃取一点老鼠的 DNA。呜呼，把这个老鼠放这儿，哎，一吸。接着呢，2个胚胎。这边放一个，哎，这边再放一个，可以这样的吗？能不能的？啊，不行啊，这就没有道理了哈，我的慢慢照不出来了。你萃取一个人类 DNA 呀，哥哥？他都在这儿了，我还萃取他干啥呢？啊，我真是，哦，我懂了，只能这个生物的 DNA 跟这个胚胎结合，是吧？哦，明白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就再吸一个吧。你看，都48了。那不是再来2个就可以了？我觉得是这个节奏哈。你说我再弄一个这个鼠人出来会咋样呢？2个鼠人，他们俩能不能融合呀？那当然。哎，等会儿，能不能用鼠人这个说法呀？还有这一说？你看啊，这2个一结合呢，它就成个鼠人胚胎了。那再来一个，这不就是鼠人吗？Right man。又来一个新的 DNA。那就再放个老鼠。对，没有错。老鼠放这儿。60%了，还挺快哈。你看，Rat Man， 这是 Man Rat， 不是人鼠哥哥 Rat Man 吗？啊，这还有区别啊，跟放走放又不一样的。那他不就是个老鼠吗？啊！我天，赶快呀，哥！他已经不是人了，那我把他放这边。把他孵出来呀！我天！来，把这个再来个 DNA。我就试试啊，会不会是 Rat Rat Man 呢？人鼠鼠鼠鼠人儿，来吧！会不会长出来跟之前不一样？结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难不成有2个头呢？哦，我懂了，可能更像老鼠是吧？哦，在地上爬，我天，那就可怕了呢！好恶心，紧张。再吸一个老鼠的 DNA。哦，这边也太好了，出来了！哦 ，Rat Rat， 感觉都一样啊！啊。这啥情况呢？人鼠鼠，来孵一个啊！哎，孵出来，你看，慢慢的成型了。不是，感觉跟之前差不多呀。对呀，感觉不能爬呀。长得完全就是一毛子一样啊！这不是站起来了吗？啊，又站起来了！我的天哪！又造好一个是吧？差最后一个。
个吗？来吧，最后一个老鼠。哎，我怎么拿不出来的呢？啊，我试试看。哦，拿出来了。好嘞，吸一波。哦，这它出来了。请问和之前有啥区别呢？人鼠说。你莫从，让我把另一只叫过来，他俩比一比。人鼠说的鼠人，你过来啊。哎，咋回事啊？啊，跟不跟着你啊？我跟他说个话，这咋任务还完成了呢？这不会是我的导师吧？怎么的，我是忍者神龟吗？我的导师是那只臭老鼠。What？ 鼠大师，来来来，过来嘛啊！怎么扭头就走了？我，你刚才不是看着我？你过来的，我的娘！哎，那你过来呗。哎，他们看见你就走，啥意思呀？啊？都不带着你？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你不是爹吗？别着急啊，我是八本好吗？我买股票了，不能说爹。这是，这是我的导师啊。来，导师，我是不是要交任务了呀？啊，又给我100块钱，才100块钱。就说呀，我还不是卖老鼠去呢，这是。我是个鼠贩子。好，又有什么任务啊？我要挑战了是吗？你要选谁去挑战呢？人鼠猪？难不成可以两个一起打呢？智商？这也行。还有个 DNA 没收取。看看啊，他们能不能升个级呢？等会儿。哎呦！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哥。就是这个瞳孔的距离不一样而已呀。就是人鼠说更像老鼠了呗。哪里呢？你看这眼睛大一些。无限接近于 Mickey Mouse。我感觉就是差不多。哎，能不能加个什么技能呢？啊，不能。那就两个一起出战啊。好，到这个直升机这儿。还要坐飞机去哦。Helicopter，新地方开。我可以得这个蝙蝠的 DNA 了是吗？哇，这么厉害！啊哈，来吧，人鼠和人鼠说双双出战。Battle。我要蝙蝠侠，好厉害！蝙蝠，我不会要挂了吧？哎，你打不过呀！我要死了！他扇我巴掌！哎，我俩都死了，不，这啥情况呢？啊，这么快的吗？打成俩肉球，瞅他笑的啊，就剩俩牙了，还在这笑。但是我升级了，level up。话说我输了行不行啊？啊，不行啊！我天，没事啊，我再战一波。我是不是要回个血啥的？我看看啊，在这儿，回个血，你看，回血还加钱，妈呀，那还是可以啊，180块比卖个老鼠还贵，我知道。那也是这样吧哈，养个双胞胎，确实费钱哈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两个 battle。刚才我是被这个蝙蝠侠给吓着了，这回不会了啊，上去给他们一薅，难道你要薅吗？一直薅，哎，你这个厉害啊！成功薅死一只，你别躲呀！好，打他打他，就差一丝血，二寸。看来还是得自己控制。我赢了哈，那我是人鼠鼠赢了还是人鼠赢了呢？看看是谁？看不出来，我这是。是人鼠。可能吧。我得了三个蝙蝠。你要自己养这个蝙蝠吗？我可以造 Batman 了。哇，太帅了！嘿，你好啊，我来造个 Batman 啊。先吸取一波这个蝙蝠的 DNA。 哇，这蝙蝠长得还挺萌的。这是个猪蝠吧？这怎么还有个猪鼻子呢？还有猪耳朵？你是不是就差个猪身子了？它有猪尾巴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是猪尾巴吗？汲取一波。哎呦，瞅这是萌的，我都不舍得汲取它。Bat。再买个人类的幼崽，250啊，可以的啊。再卖点老鼠吧。为什么人就是250？人间不拆，人间不拆。来放这里。原来我有个人类胚胎的呀。你有好多是吧？来把你放这边。接着，蝙蝠的 DNA。开始有点紧张了啊！横空出世啊！但是如果你用人鼠鼠胚胎怎么办呢？这它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变化？不会就变成蝙蝠鼠人吧？啊，不至于吧？先把它孵出来再说啊！我们先试试，就差一点了。米斯卡，莫斯卡，蝙蝠人，来吧！有了有了，让我看看有啥区别没有啊？
完全没去比。真的假的？感觉紫了吧唧的，那可能充血了哦。我给他起个名字了，哥哥，这叫人夫妇。人夫妇是啥玩意啊？鱼货怎么长得都一样呢？啊，就是跟人叔叔也没什么差别。我刚才不是紫了吗？啊，现在也是挺紫的哈。嗯，来吧，我就差一点了。马上就出来了，紧张。我就在这看着，好吧？来了来了。哎，我这，哎呦！就这样啊，他是个黄皮子吗？这是长得真是恐怖啊！你是不是要吸我血？咋就变成个金的了？啊，吸我血！来吸八本的血。哎，你这个蝙蝠侠。哎，我能不能跟他说话了呀？哎呦，蝙蝠侠还会说话了？他要去 battle。好，我们去 battle 啊。嗯，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得了什么技能的呀？来，蝙蝠侠技能是不是个毒液？哎，没有哦，那可能还要再打一场是吧？来这边哈，同类大战啊哈，来 man bat 和 man rat rat。不，还是这个级别高一些哈、啊。哎呀，鼠人 battle， 我们要控制另一个蝙蝠侠上场，呀，薅死他，薅往死里薅，呀，薅死一个，你完了嘞啊，群殴你，好怕啊，好厉害啊，我天，不是，我刚才是不是打到自个人了啊？管他呢，真是赢了就赢。太爽了，赢了！哈喽，那么游戏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 ，Enjoy，Wonderful Life。